藜麦，性味属于苦温，功效主治肥胖，能够利湿降血脂。食用禁忌方面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呢就尽量少食了。藜麦主要有分为黑色、红色、白色这几个颜色，而红藜麦、又名为台湾藜，有谷物界红宝石之称。中医认为藜麦是具有清热退烧、止泻痢、止痒、除湿热、利水的功效。以现代药理来看，藜麦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，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钾离子，是具有控制血糖、降胆固醇的功效。它更加是非常好的素食蛋白来源，很适合配搭糙米、薏仁这些全谷物一起食用。